叫你较早回来，你看看咱唔听。朋友喊你来，你知影啥啦？你是无听人讲，足歹个。哎呦！啊！我跟你讲，真歹命啊！你啥物在你家？我点我，我点我。不要！别叫你别。少爷，你是在想啥啦？出来在办喜事，啊，唔紧转去。今日是哪搞八卦了？王家娶亲的份子，旋转场面的冷冷清清，无半个人，而且伫三更半夜，才要完婚拜堂，看起来这其中必有缘故。一百天的二百孤董，夫妻对白，上集同白。新郎还没得来。喂，还是在想啥？谁呀？全想要娶美女，啊，这都无素配，实在是无道理。敢讲这个查某囡仔有啥物不得已，也是见钱死，那无就是贪人查甫的较有钱。那这点毋是值得咱怀疑。你看这个查甫安尼，脚开手开，目睭一缕吊吊，搁一缕细，敢若讲话都听无伊在讲啥话。嘿，这若叫伊用走的，唔着敢那咧跳钟馗。伊若暗时啊想要做三开，敢那看到伊迄个面甲迄支嘴，一电话若无开，也唔着敢那亲像去看到鬼。哪会找我？找无伊好入面。我就无法度报我百年之仇啊！刀刀，出掉出掉刀！睇边头，一定出到一个黎明的头灯啊！法律注重在新婚前，
去吓惊着，已经昏迷三暝三。大夫所开的药啊，拢无法度卡药刺激。对，好立命，不管你变做什么款型，叫做什么款名，我拢会认你。恭喜鬼哦，你总算找到你的元首人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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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总算我找到啊！好立命，快当波波。永生一直想讲，是家己生做五不全，才会害卡玉昏去。想来想去想无补啊，才会走来玉圣殿求高经贤大帝斗三工。这是王永生，江生，你在做哪些歹事的？是吗？谁在这块五不全？很晓得，替我上亲查一下无？阿哥。我母看到我家长死死昏昏去，已经三年三日无醒过来了。高家兄弟弟啊，我祈求你，叫我母能开药，让伊会当醒过来。就安尼，生做五不全的王永生，向玉圣殿高家兄弟弟求了五时水，甲三张的符。提回来给卡玉喝，想不到卡玉喝了后，人却清醒起来。鬼啊！老三，老三，你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你看到那个是你的翁，不是鬼啊，别怕吼。啊，不过，那一天，我真正看到鬼呢。啊，阮大伯吼是有影生甲歹淡薄啦，嘛无怪你想我是看到鬼。要毋过你毋免惊，你真少甲看，伊是一个人，毋是鬼。天公伯啊，你为什么安尼对待我？为什么安尼对待我？娘，啊，你是安怎？我，但有话就看看讲，免再着急啦。废话啦！我想要这样，我想要这样，那也耍我了。你嘛知道你生做这个型，要娶亲无遐尼简单。这摆会予你娶亲，那是不得已的。什么不得已啊？啊，你袂记得阿爸在生的时候讲过，卡叔讲你若无娶某生囝，咱是袂用分家伙的。所以，你现在我娶某去哦。迄不是我哦，是你的弟夫啊。你为了分家伙？就做出这款死掉的代志，还敢要跟我上告？你来讲安尼啊？那是我的一片的好意呢。我袂错了，我袂害家要嘛啦。要不过你怎么已经错啦？错，退婚啦！退婚啦！啊，怎么退婚？啊，你是要叫人坐回头桥？那我那边安怎了？我实在无想过再拖你卡样啊了。阿兄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唔知你要同意无？你讲啊。啊是安尼啦，我娶敏芳已经娶真久啊，哎呀，半只好心妈都无替我生咧，啊，照你我会用搁再娶，啊，非得。这摆我替你相亲，我嘛替你拜堂啊，为着要传咱王家香火。也无，我娶卡玉做媳，啊，我若死掉了后再来过婚。啊，到迄个时阵，
你都有后生啊，咱就用分家伙啊，这敢是两全其美嘞？你看安怎？我要考验的人好，我同意。我无同意。考验啊！你莫阁讲啊！我要叫王永贤，我永永远远拢是你的好家哦。哎呀，我实在是有苦，你这样你要见我，你帮我打点什么啊？我不转，只是你的外表。杜姐，我听到你所讲的话，才知影，原来你的内心是我看到上界善良的人。你敢知影，自从我阿爹欠人钱，被人逼死了后，我阿娘嘛对伊来死。这个世界上，都无人搁再对我好，只有你，只有你是真真正正在关心我，所以我相信，不管你世界安怎，一定会当给我幸福的。我来给你现实的，现什么实的？阿嫂啊，你会嫁我迄个五不全的大兄，这一切拢是我引起我造成的啊！让你受这么侪委屈，我应该爱补偿你啊！别搁尊重的啦！你不是客气啊，去洗衫啊，哪会？你别忙啊，你是不是拄着歹人啊？搞错是什么人？我敢用我，去洗衫去。你别个吹，你别个吹。看用啊！啊，你是不是当我要创啥啦？哈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跟我讲，我跟你养父啊，伊跟你斗啥共解决的啦？永贤，咱赶紧走，咱赶紧走，阿老婆都没有啦。赶紧走，你走去倒啦？你别再问我啦，咱赶紧离开这间厝。好啦好啦，你别跟我讲什么原因哦，还不要紧啦。不过，咱要走，至少嘛要等养父回来，快讲一声。其实我要走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我无希望我阿婶死伫咧厝，遮阳饭的人。你也是气嫌我，嫌我是五不全，嫌我食阳阿饭啦。你哪这么戆啦？我若真是气嫌你，我特别答应跟你成亲，跟你做阿婆，你知无？我是五不全啦。我出去会当做啥啦？我不转又阁是安怎？咱有脚有手，都免惊无工课通好做，咱会自力更生啊！敢讲，你真正要让你小弟应付，
凄了一世人心。应贤，我知影，你绝对不是一个吃软饭的人。你不是讲过要给我幸福？要哪呢？你得证明给我看。应贤，如果你真是爱我，你得答应我要求，好不？好啦，阿母讲哦，阿甲勇话讲一下啦。不用的啦，你若甲伊讲，咱就走袂去啊啦。啥货啊？啊，你的面是卡有弄着伤的哦？啊，要紧无？无紧啦，我已经有膏药啊，啉咪就好啊。你不是去家里遐买物件，啊，卡又去其他买洗衫，啊，哪会拄着？我甲你讲，阿嫂伊根本都毋是去其他买洗衫，伊是去甲伊个客遐见面啦，加在伫路里去我拄着。客遐？嗯。啊，你有看清楚迄个查甫人是啥吗？我看无清楚，我嘛毋捌认识人啦。你敢知影？我拄仔想要甲念几句安尼啊，吼，阿嫂就出手甲我拍你。好，刚才我闪了紧，要不然无哦，目睭就叫伤着啊！可恶啊！想袂到迄个林凯玉是这么可恶的查某人，我即马来找伊算账。林凯玉，大伯，林凯玉，是在倒位？阿兄嘞，无伫啊？我也知，我现在上课。阿兄甲阿嫂离开厝啊，啊哪会安尼？哈哈，我知啊，一定是阿嫂惊伊讨见遐代志白空，才拖阿兄离开的。一定是安尼啦。好。高庆贤在地在上，地主王永生，求求你保庇我的家阿卡哟。嘛，保庇我的小弟永华，啊，地府啊，永丰。高敬贤大帝，祈求阮的生活会当平安顺利，而且希望高敬贤大帝会当指点，为甚物我红婿永贤会较贵高高低？情世因，今世果，因不改，果然是。敢问高敬贤大帝，情世因，这世人该当化解？水中月，海底针。水中月，这啥意思哈？海底针、水中月，这是真难得得到的物件。乃当讲，恁前世姻缘一时无法度化解。我了解，多谢。来，恁两个将这水啉了。多谢。来来来，你来摸这只金枪子，摸金枪子哦。对，摸这只金枪子，会当让你娶来好话，买当让你赚大钱。好，就是啊。金枪子啊，金枪子，你替我加挂一挂钱来哦。就安尼，应先娶到伊个某，卡强，伫路边卖十岁。永贤生做五不全，也卡脚生做这么水，地主常常给人踢笑。哦，阿姨，这水的姑娘啊，敢若参这阮哥咧卖十岁啊？对，那美女咧，敢若五不全咧。啊，这好命娶，这这水的查某。OK。你莫听人话白讲啦，只要咱两个阿仔某过了幸福快乐，安尼就
好啊。来哦，进来买哦。来啊。想袂到，咱无过玉圣殿的金珠子了，你看，咱的小生意是愈来愈好呢。是啊，啊，我生意愈好吼，你就愈欠嘛。我看起来，踏早就起来搬物件，然后如果陪我陪到遐尔，辛苦你啊。是啊，大家你斗阵做伙，搁较辛苦，我嘛甘愿啊。快走！喂喂喂！你是要从啥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要从啥了？你到底想干？太勇了，你真相了，阿老婆，你还是太愚了。你这样无规矩，为什么要讲颠条条？你大胆！今日干呢？对贵阳讲话，就算我要死，也要问出原因哦。你若爱查原因，等你死你就知。为什么走？贵阳，慢请。为什么？百年的冤仇，都安尼做了结了，敢毋是收假便宜啊？人甲妖怪根本就是两个世界。这一百年的冤仇是安怎结来？敢讲人会当害妖怪？那安尼，这个五不全的唔就真厉害？也是唔是头壳歹歹？也无哪会连有害人无害人煞唔知？咱实在听无这落台，听起来故事真精彩，继续看咧就会了解。会疼哦，稍等下，会让你搁较疼。你放伊走好无？我放你走，你搁走倒转啊？你唔通走好歹？虽然我讲过，我袂杀无辜，也毋过你唔通受伤过。要来，我问你，伊甲你无冤无仇，伊嘛是无辜的啊，为什么你要伤害伊？伊甲我无冤仇。我的冤仇，跟我的冤仇是足大的。恁两个根本就无熟识，要哪冤仇？你若爱怎，我就讲你听。就爱为百外年前的代志讲起，伊毋是叫做王英仙，伊叫做何立明。妹妹哦，妹妹哦，啊！家多头车爱上无上啦。姑娘啊，哎，姑娘啊，姑娘啊，你生得遮水的呢。要买什么杂碎啊？算你较俗个啦。我不爱，我要等来山顶。姑娘啊，小等一下啦，姑娘啊。姑娘啊，天要暗暗的，先别去山顶哦，危险啦。我唔惊。袂用的啦，你生得遮尔水，若是拄着歹人甲你欺负，会袂安怎？我感觉是安尼水。对啊，你生得真水呢。
从民间扛过来，我见过有啥物物件我要提。哦，免啦免啦，我只有一支头草，真水呢，一定好一世人。这边，你看，真水着。多谢你，我袂走，阿玲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袂得啦，我马上去包骨了，我送你啦。带回去。好，给。头前就要到伊啊。林总，你已经忝的是，一直做三工无？无咯，这款粗重的工作，查某人做啦。哇，无问题啦，哇，我当一个啦，我当一个啦。你看，我当一个哦，就免当啊啦。啊，对啦，阿伯请教你过世哈。我姓哦。我讲你啊，你住山顶哦。是啊，为什么一个人住山顶呢？是因为……啊！你别惊，你别惊，什么人？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！哎呦，你看这查某真水，那个草堆叫阿姐夫人啊。嗯，好，别作声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你钱交出来，我来帮你倒去。你别嚣张啦！我不尊敬了，当然了。啊，那无吼，哥哥你是要安怎？啊，那无，我就跟恁拼命啦！我三个哦，只有你一个无公平啦！老三，啊你着，你真正在收我？啊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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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牛，嘿，嘿，别走呀！嘿，嘿。不能用三脚，臭小囝，今日不给动作马上不用的。公主，你紧走，阿拉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等我回来做阿姐夫哎，我修炼人帮我！这是倒位啊？这是阮厝啊。遐土匪不是要把我杀？我哪会搁活的？你这已经无代志啊！你为着要救我，冒着你性命的危险，我实在足感动的。你实在对我真好。那是应当的啦。我袂杂事呾，你是去等你呀？你放心啦，我已经叫人扛转来伫阮外口啊。我来去看卖，看明仔有减无。啊，二姐，啊，欠债者，拢无少呢。你免他妈伫遐烦恼杂事尔。你就莫搁卖十岁啊！无卖十岁，安尼要靠啥物过日子嘞？靠我，靠你。嗯，你对我哩吧？这一下。
我的珠宝，你以后就免卖十岁啊！不然，连一世人都用不完。那是你的财产嘛？你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，我足感动的，我应该报答你啊！啊，不过，又不过什么？敢讲，你强暴啊？我无错啊。敢讲我无够水？无咯，无咯。昨我唔是讲过，你敢那仙女咧？就安尼，黎明老店在山内，甲着恶仙，跟着逍遥自在，亲像新鲜的日子。也毋过有一天，伊来发现一件奇怪的代志。你还有啥物问题？恶仙，我想要请问你，是安怎，阮翁拢毋肯甲我睏啊？这就是你无够有查某人的魅力。所以恁翁才会无佮意，不要紧，我替你做一仔法，予你倒转去，较有查某人的魅力，恁翁就会对你较体贴。好啊，你倒转去，你们人会阁更加对你阁较好。多谢后生，多谢后生。哇，这个真是水啊！我先是学了啫，敢未？敢未小看唔着？立平啊，立平啊，立平啊，吃饭啊！我巴肚无啥爽快，我想来休困，你吃。哎，立平！今天哪样呢？我在休息呢。黎明本来想要逃走，要唔过看恶仙困到这么甜，却不忍心。到底是要走啊，还是唔走？想啊想，想到煞家己困。
我吃着，我是麦球。叫你是何里子啊？立平，立平，立平，你哪来讲？我跟你啊，你叫我，我叫你，你放手啦！立平，立平，今仔真心不落，叫你放手我听哟。今仔我来领心，叫你放手我听哟，叫你放手我听。你别啊！你心肝是有够弱，你打八竿呢？你我叫修报，我走过，我就要找你报仇。我要求参你，我要求参你，好家大大细细，拢我不转。你敢求参我？敢求参我？是你家己的囝，什么叫做爱？人间的爱情，拢是假。好娘，伊不应该破坏我百几年的修行，又搁害我袂当练成武仙，将我害死，把我的灵魂飘浪到这个人间，我将我的布阵。讲予郭景贤代弟听，伊同情我，赐我一支乌龙。我为着报仇心切，我飞到这山洞来，你去害我咧。有一天，天地昏暗，我叫是天暗嘛。我走出来看，原来是日食，不是天乌。过日日食出现，是违反天地伦常，我受了天谴。再将我的身躯烧作一半，而且我烧一个变成阴阳一半，才变到这么的鬼样。我哪有可能遐尼啊轻易就放火入冰山？我苦袂得吃伊的肉，输也会。大王，火入冰确实是无人性。阿哥，究竟还是顶世人的代志。我希望你会当原谅这世人的应承，只要你会当放下这条活命。若安尼，我愿意代替伊受罪。不可能！我等这一天，已经等一百年了。也毋过，伊即摆个变成我不转，你的纠缠已经实现啦。敢讲？我告你，虽然变成五不全，也阁无法度消除我
百几年在心肝来怨恨。大龙，你敢真正愿意代替欧阳先生受罪，甚至替伊死？真好。我讲过，袂使伤害母姑。伊要哪是我姑的啦？伊是欧阳生的某呢。我再讲，是你家己要代替欧阳生受罪的啊。而且，咱即马接话，只不过是欧阳生的身躯，啊，毋过伊的心，一点仔拢袂艰苦啊。要保护一个人，上佳好的办法，就是夜刀啊，堵伊的心肝。安尼，伊的心唔只会智慧，伊唔只会真正感觉痛苦啊。你真是要替伊吃罪，无后悔。只要你放伊走，我绝对袂后悔。该判死。是。来，应先。还有，应先。林卡勇，他是讲你也会，会当把这个瓦工顶阿满，而且，搁还摇出来。那呢，阮就放过王永生。凯哦，凯哦，凯哦，妈呀，妈呀，凯哦！而且，搁还约出来哦。看这里还有情的啦，你有安怎？你放心啦，我吴金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我袂去伤害无辜的。叶兰兰，应先呢？你放伊走无？我不是一个言语无信的人，你要去倒位？我来去找永先。你也袂回湖关去，我明了你走。我一定要走，我要来去找永先。你别跟我作动，就算讲我死，我嘛来去找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一定都爱去找伊？你讲不准呢？
因为是我红婿，因为我爱伊啊！我不准！你凭什么？凭我！我是这个鬼王，我爱你！鬼哦，迄个查甫惹你生气啊！伊惹你生气，你甲伊碎尸万段，安尼唔着好啊！来人啊，甲林卡玉押起来，等下！我无讲要伤害林卡玉，如果你若动伊一支汤，我就甲你分开边散。鬼哦，那唔准任何人伤害林卡玉。敢讲，伊介意着迄个查某？我袂用个生气，我应该对伊搁较温柔，讨伊个欢喜。卖阁生气啊！我甲你掺一个趣味的，让你欢喜一下吼。无伊个心情啦。啊，不过我保证这个趣味，一定会当甲你所有的烦恼拢总放袂记的哦。把王永生带起来。是。你无把王永生放走？不是我歹放伊走啊，是伊家己唔肯走的啊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这些东西害我死，我不要，鬼王啊，鬼王啊，你们帮我，我替我来啊，我替我开药啊，我求你。好，我就想着你。叶仙，你甲叶仙安怎？我只不过让伊气结分身跳过来住，要唔过若照安尼解看，继续落去，伊可能会变成一个外星人。你来讲的无算话，你不是讲过你要放伊走？我唔对啊，我是放伊走啊。是伊家己唔走，所以我搁在掠倒转，反正伊欠我一条命，我就要待慢慢啊，慢慢啊，即马甲伊甲死。你这个恶魔！对，气势我心。妈的，我是要哪样做鬼哦？我以后哪有法度当好照顾？我看你也是乖乖啊，都唔只陪我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答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对伊连我不转？点解对我？王永生会当护你，我会当顾你较济物件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你会当真济物件给我。不过遐物件，不是我要爱，我要爱，是你永永远远，我做好我，
我有什么物件袂当给你？都是应先的真爱，甲关心，这是你永永远远无法给我的。无可能，王永生会当给你的物件，我袂当给你。你若不相信，你倒来。你要创啥？你要做我给做你，给我放弃。永生，可以，可以啊，永生，可以，永生，你有要紧吗？永生。大王，我求你，你别再伤害伊啊！你爱我从啥，我都能答应，甚至牺牲我的性命，我都甘愿。大王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爹咪，你不用你的性命来牺牲，只要你若肯嫁我，就赢你啊！桂阳。是安怎？你要娶这个查某？爹咪，无你的代志，免你管。加油啊！你袂晓答应啦！我只要妈妈，你可是不要答应啊！你袂答应？加油啊！没有呀！没有。没有呀！好。我答应，答应了，没有人答应我。明明是一只狐狸，却变到敢那乌白无常，也一边讲的，一边舞的，也毋过较偏向查甫的这一种。卡叔讲，脚肉那是高不离种。亲疏隐藏，也伊敢无物件通好用？尤其是边仔这只红蛇精，是安尼雄雄，即阵啊，我不全的因翁仔某拢受伤。我看这个爱恨情仇是真严重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：前生因，今世果。你这世人若是做有好，什么卡因无妖嘛免烦恼。啊！你这世人若做无好，嘿，你连后世人你就爱烦恼。所以，亲像这个五不全的前世人去害死一只狐狸母，即阵啊，这叫做因果。翠姑，你伫咧无欢喜？你应该替我欢喜，替我欢喜，讲我感情已经找到归宿啊！桂阳，天边桂阳，因靠有伊，卡个杨怎样？伊，卡个。你是讲你要娶我，照顾我一世啊，对无？无唔对，我要照顾你一世啊，甚至比王彦贤对你佫较好。我哪呢？我面即马变到安尼啊，叶丽，敢佫想要娶我？你一个歹女，啥物人要娶你啊？我爱你，不是因为你水，是因为你对王彦生的亲情。你若愈坚定，我就愈爱你，我就要照顾你一世人。我敬你。你下暝已经敬我足侪酒的，你是不是存心要当我灌酒醉？
然后才跟王永胜两人逃走。我看你心爱妄想啊！我是万杯不醉。你误会啊啦！我即马变到这尼啊歹，你有按同款这尼啊爱我，这尼啊疼我，让我感觉足感动的。所以我决定要做你的好家啊！来，我敬你，多谢你对我这尼啊痴情。是真是嘞。过来啊，我敬你啊。哎，相公。大王，大王，贵阳跟我伤的，等赶紧离开这，小太太，我再搁讲你听吼，紧走，紧走，走，紧走，哦，林卡勇，有贵阳在的，我对你无在调，啊，不过今仔是你家己自找死路。敬献大地对咱的支持，江山真善国，伊无怪孤难生。既然大地安尼支持，我相信只要参我一家的话，都可能化解你甲贵阳的冤仇啊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你已经无机会啊。走，走！为着爱，煞来变成歹女人。虽然救英贤走出金钱洞，也毋过因要哪，你会知影。一尾大尾青蛇伫咧树篮内等等，考虑是安怎会变成小贼？卡玉甲英贤这对苦命的鸳鸯，会遭遇什么款的折磨？伊要安怎化解甲鬼王吴金生的仇怨呢？各位师长、姜马贴的好朋友，咱今仔日这出戏，也就是前生今世，劝咱世间人唔通乌白做。节目最后当然就爱感谢这一集的赞助单位。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咱高雄林武乡。玉圣殿管理委员会，这是重建管理委员会，咱所有的委员，
相当也要感谢是咱高雄劳工局娱乐中心吼，感谢你制作、甲阮赞助、甲帮忙，非常的感谢。也阁有是咱高雄林务消防队。啊，即摆吼，啊你安尼落雨落甲吼，唔呀只好赞的哦。也阁有是陈清源先生，这是阮的师长兼外贴的哦。也阁有当然，即个咱小弟啊吼，这是黄宇斌，会受你的帮忙，非常的感谢吼。再来是好消息，要甲你道小报哦，这嘛是庙口文化哦。阮台湾居然吼，伫个即个月吼，也就是讲新历十月十七吼，阮伫个啊。古社天文宫妈祖宫，阮要伫遐吼做一个开镜典礼，而且阮有一个签名会，阮阁有举办吼一个五百尊的这个999的啊妈祖，是黄金的哦，要送你哦，会记得来五百尊也送完为止哦，唔通袂记得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也就是讲台湾既然半感情，甲你大相送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今天阿珠是不是美美漂漂的呢？嗯，真的袂歹啦，是倒位甲我打扮的呢？当然咯、这是咱园林最爱一生，真的是要你好看哦。今天为我造型的是帅哥阿兵，为我打扮的当然是美女，就是 Amy。嗯，你若爱水来遮就对啊，唔通袂记哩哦。下一礼拜完结篇非常的好看，等你哦。美丽讲我不转，到底是安怎结局呢？咱下一礼拜三台湾奇案再会。